少点的烟，为明白隔壁是过树冠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段，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要加强，印尼是空腹最擅长，后金铜造铁武山，他们是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该怎么该，呼吸吐纳心自在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七尘难免手心开，怎么该怎么该，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该怎么该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东洋兵法的招牌，怎么该怎么该，一被我一脚踢开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新武士人前进，人者无名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怕是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是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，为人敢直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哈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杠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新武士人前进。